我说送的都有没有啊？就像端子。家子也没有。就这样弄那儿是吧？就拿我管管那个腿上来看呐。没有把那个袋子给我装好，我倒掉。拿着袋子装好，我倒丢。哎，你别吃这个吊垫儿吧，你是这个吊垫儿帮抱好吧？行吧，这个吊垫儿又好使，你真要看。我把你穿上抱回来。八十的肉房，俺就在这不行。嗯。八十的肉房。这是一大斤，这是药水的。你等一等吧。啊，多了光了，有用。是不是？十个的，两名，加两名，加两名。十二了吧？啊，十个。啊，十二了，多了，光了。我操！来来来。加两名。我手闪死了，再下班倒向撞击。八二啊，八二也是。再下班倒向撞击。是吧？现在是第三声，上一波啊。哎，那玩意还有个八二，那八二要是上到这个。快呀，老婆，这是八根筋，八根方锥。刚才上轮放坠落气体座，导向撞击。二层升降电机。三层升降电机。好了，起，撤。四层升降电机。大堂上是八，把车开上以后再上的东西。框架卸了金板。我看出去了，再上上。
保安那口什么呀？这上面，这上面，对对对，那个那个那个。你下那个别的八九班都上那个班，四十班有吗？今天前段时间，前前段时间都。那个秦末上哪了？上哪？上前。前卫车咱不用忙。前卫车不用忙，等上上车站以后吧，这什么都好上了。我操，这好了吧？再再来上顶上。哎，我心还没来。接着接了。哎。先回城。走不着这忙不了。县委开关地界。三圈半，按四圈。你这个吧，您是三圈半四圈。那就按五点四。那就按这个走就行了。五点四，这个走的话，这个防坠落器连接杆。啊？有啥还能拉什么的？五点三，我算的比您大。大爷，教你点专业。五点四。嗯。那这个。行，五点三四。嗯，三不摸好。也一张塑料纸。这边这个板没有吧？你把咱那旧的塑料纸都拿过来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下回再拿。这个板是，给我摸说，我找了。三零幺上车台板的安装。八个，八个，两个，八个。